民众热情握手合影，也高喊加油，特赞男神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怡农扫街拜票，人气也很旺。金石手臂搭配迷人笑容，吴怡农自参选以来话题不断。这回不但合体同党立委何志伟，党主席卓荣泰也亲自补选，要攻下绿营的艰困选区。中山区、北松山区对民进党长期以来是艰困的选区。国民党跟这个蒋万委员父子，他们在这边有20年的在地资源。可是重要的是，我们不怕苦，我们知道这一区我们必须要拿下。那就一个方式，我们狂跑，我们勤跑。整个台湾，我们这次要采取的就是联合作战的模式，就是这种模式，互相支援，互相拉台，互相把选情，互相的帮忙起来。面对立委选战，绿营大打团结牌，卓荣泰更是行程满档，就为了帮党内新生代补选造势。而台北市长柯文哲钦点支持的港湖女神民进党市议员高嘉瑜，卓荣泰也没落下，一同陪伴参观创新实验室，要抢攻青年族群。但绿白阵营近日矛盾可不少，难道不忧心整合会出问题吗？内湖南港我觉得要有一个翻转蓝绿，然后跳脱蓝绿思维的一个新的可能。那我们是不问颜色，但是我们拼的是地方的建设。呼吁要跳脱蓝绿打无色选战，高嘉瑜争取跨党支持，端政界牛肉也持续创造话题。绿营展现世代交替，拥有高颜值硬实力的生力军，也要一搏进军国会的机会。环宇新闻江显东、徐国豪台北报道。